会相信嘛，是是是，没有力量牵引的话，你怎么叫人家不相信？好，我这开始录哈。好，你录了。我叫我的学生等一下录下来啊，做一下。这个我的学生哦，刘老师啊。啊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这个都老师哦。是是是，你好你好。刘老刘老师。啊，刘老师你好。魂刀刘。啊，是是是。能量是看不出来，摸不着，嗯，但是能量可以转换，转换能量转换嘛，所以我到美国的时候是克林顿有召见我，他有派两组科学家跟着我商量，说哎，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因为到美国登陆，一定要经过美国科学认证，没认证他不允许你到里面哦。我说这本书哦，你拿过来，手拿过来。你手摸着，一手摸着，随便一手摸着，一手用这个 test 味蕾吧，味蕾可以每个味蕾不同，但是感受怎么样？来试试看，尝一下，掂一下，时间掂一下，看它的味道，酱油啊，是不是？味道知道，咸的程度知道，好，手离开，然后再吃一下，它两个味道一样。两个味道一样吗？我刚刚第一次蘸的时候觉得就不行，没味道，不行。后面比较咸，后面哎，后面再蘸一下可能。表示你的味蕾正确。一个人味蕾有问题啊，一个感冒严重感冒，你山珍海味。它吃起来叫食之无味，所以由味蕾可以判定一个人的健康是否程度如何。你当你摸的时候，里面60兆细胞开始受到能量聚集，好像电风扇在打转的时候，东西跑不进去。你离开的时候已经进去，这叫能量。酱油是有形的，味道是无形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你摸到的时候。有形无形没办法侵入你身上，就叫能量，叫 energy。现在听得懂吗？所以晚上当你睡不着的时候，这个能量放在枕头下睡，你就很好睡。任何人，任何人还是只有对我有？任何人可以啊，但这本是给你千年名字啊。所以只有对我有好，其他还是有用。其他人还是有用，一样有用。对，但是。你在用你要给别人用啊，睡觉8小时你要给别人用啊，所以自己的亲人以外。对对，因为我大姐她都睡不好，你说你有这个手足之情啊，对姐姐这么好，真的不简单。因为我睡得还蛮好，对，那给你姐姐试试用。姐姐跟你住一起吗？姐姐住板桥。哦，那改天拿清单过来看看，再送我一份。这么有爱心的人，谢谢哦、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江老师试试看。啊，这就能量哈、哦，就这么简单嘛、哦。啊，你帮我拿。那是跟拍，暂时不要丢掉。对，我放在那里。手摸着，一手摸着，开始一下，胃里尝一下。